悬疑问答。这人总是比较容易发现别人身上的缺点，看不清自身的问题，请师傅开示下如何进行自我剖析，找出自身的缺点并积极改正呢？就是要靠人家讲啊，因为自己脸上的脏了自己看不见的呀，所以要周围要有好的学佛人，要像师父这个不停地批评你们，就等于说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，你脸上怎么，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干净啊，爸爸妈妈不停地讲啊，妈妈说、哎呀嘴巴这里又脏了，哎，你看刚刚给你洗干净，哎，手又脏了，你看眼睛这里你都看不见，这不是靠别人啊，你靠自己行吗？嗯，那么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怎么靠自己呢？那就不断的用菩萨的境界来体验，来检验自己身上的缺点，那不就是等于在改变自己的缺点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